Magical， 有请代表 Raymond， 有请 Raymond， 我哋掌声送俾 Raymond。Thank you， 我哋鼓励嘅掌声送俾 Raymond 啦，系非常之多谢见到国际医疗嘅卓越赞助噶。唔该晒，跟住咧就系我哋乐行双龙会卓越赞助，有请第一副会长 Rex， 多谢晒。乐行双龙会啦，就系我哋国际双龙交流会津贤龙双龙会嘅友会嚟噶，咁多谢晒双龙会之间互相支持，乐行双龙会嘅卓越赞助。Thank you, thank you, Sir Rex， 多谢晒你嘅赞助。跟住有请 Yuki 整全中心创办人 Yuki。我哋用掌声多谢 Yuki 嘅赞助 ，Thank you Yuki 精全中心，感谢。咁 Yuki 精全中心啦，亦都系我哋卓越赞助嚟噶。Thank you， 多谢 Yuki。接住落嚟，我哋会有今晚嘅服装赞助 Silver Inflection Design Agency 嘅创办人 Silver。有请 Silver， 大家今晚见到梦想家身上穿着那件橙色的衣服，就是来自我们 Silver 的设计。刚才啦 Silver 还有跟我们 Karin 合唱一曲，多谢 Silver 的赞助，出心出力出埋高喉去支持今次的活动啊。Thank you， 多谢 Silver。跟住是我们的媒体赞助，首先有请 Stars HK 的总监 Kenny。有请 Kenny， 掌声送俾 Kenny， 多谢 Kenny 嘅支持，多谢 Stars HK 嘅媒体赞助，因为有咗媒体啦，可以令到今次嘅活动推广出去，令到更加多人可以知道个活动，令到更加多嘅小朋友可以发光发亮。Thank you Kenny。跟住仲系我哋嘅媒体赞助，有请 Red Design Multimedia Company 创办人 Andy Liu， 有请 Andy， 多谢晒 Andy。咁 Andy 啦，仲系我哋嘅筹委之一啦，知道佢出心出力，亦都出埋依个媒体赞助，真系非常之鼎力支持今次嘅同心梦想家，即系多得各个单位嘅支持，今日嘅活动咧先至可以推广出去，咁多人可以知道今次嘅活动。Thank you, Andy。當然唔少得咧，今日嘅技術贊助 MC Pro Channel 嘅 MC Cindy， 就係我啦，耶！非常之開心可以參與到今次嘅活動 ，Thank you。當然唔少得我嘅 partner 天晴。Thank you， 咁今日啦，我同天晴啦能够参与今次嘅活动，作为司仪，非常之咁多荣幸，觉得有意思、有意义噶。Thank you， 跟住咧就系我哋技术赞助，我哋有四位嘅，就系摄录嘅 Eric Tang、Albert Lau， 仲有拍摄嘅 Andy Chan 同埋 Patrick Ho。有请录影 Eric、Albert 拍摄嘅 Andy 同埋 Patrick 嚟到台上边。他们呢开始迷茫了，因为他是专业来的，来到台上拎感谢状，究竟去不去岗位，离开岗位好呢？当然要离开岗位一阵，因为今天是你们非常开心的时候，非常想借今次的机会去感激四位的帮手，因为呢见到你们台前幕后呢不停地拍照，为今次的活动付出，才有这么多靓相，可不可以借大家的掌声送给四位呢？今天的四位为我哋影咗非常之多嘅靓相，真系多谢晒！转换角色，由我哋台下走到台上啊！咁我哋四位可以企中间，享受下主角嘅光环。多谢晒四位幕后默默咁样支持住我哋。Thank you， 咁下半場咧，亦都要再次交俾四位啦，為我哋拍攝更加多嘅影片啦，影更加多嘅相，跟住當然唔少得我哋嘅表演團體啦。
就是我哋 Yaya Kids Dance Academy 香港專業兒童舞蹈學校的代表啦。佢哋喺咪現場呢 ？Hello， 有請我哋代表嚟到台上邊，我哋咪借大家掌聲去送俾我哋。香港專業兒童舞蹈學校，因為頭先咧 Yaya Kids 啦，有幾隊嘅隊伍，好多個月嘅訓練嚟到今日表演俾大家睇噶。Thank you， 多謝曬，請到台下就座。跟住仲有下半場將會同大家表演嘅是但 band， 有請我哋 band 隊嘅成員。有請我哋 band 隊嘅成員，可能係咪後台準備緊咧？因為稍後時間咧，佢將會同我哋表演噶啦。咁我哋見到佢哋嘅話咧，我哋嘅感謝狀容後頒發俾佢哋。跟住仲有我哋見到好可愛嘅小朋友，佢哋就嚟自 BLS 香港航風舞蹈中心噶。稍後時間咧 ，BLS 咧香港航風舞蹈中心咧就會表演俾大家睇噶啦。可唔可以借大家掌聲送俾佢哋咧？因為下半場咧就係佢哋同大家一齊出心出力去跳舞俾大家睇嘅時限啦。Thank you， 跟住咧就係頭先同大家去表演絲帶歌舞嘅 OSA， 有請 OSA 嘅代表，有請老師嚟到我哋嘅台上面。咁見到老師啦，可能稍稍唔喺現場啦。咁我哋感謝狀容後頒發，因為可能準備緊下半場嘅表演，下半場咧仲有精彩嘅表演送俾大家噶。喺呢度亦都特別並且全力支持嘅以下單位 ：Novel Club Hong Kong 第一雙龍會、匯賢雙龍會、百人雙龍會、廣告佬 Amazing Team 奧美斯團隊、Check In Studio、MC Pro Channel。香港耀能協會高福耀紀念學校，多謝曬以上嘅單位。咁仲有壓軸嘅咧，當然要多謝我哋同心夢想家愛心大使鍾雨璇小姐，有請 O3。多謝曬，因為稍後咧 O3 咧將會連同我哋嘅新進 rapper Slap Kit 啊，非常之多謝 Slap Kit。等陣間佢哋兩個就會同我哋表演啦喎。所以等陣間大家一定要準備好自己嘅相機啦、手機啦，為佢哋影多啲靚相。非常之多謝雨璇小姐嘅愛心支持啊 ！Thank you， 亦都非常之感激我哋嘅李會長啦，同埋我哋麥主席請到台下就座，我哋雨璇咧可以扭步，係啦。Ovi 咧細細個嘅時候咧係想成為一個歌手啊，佢明白踏上舞台咧係要用距離同埋用行動同。行動咧去拉近同夢想嘅距離，咁無論環境點變啦，不變嘅就係信念。就算咧有一次佢表演之前咧喉嚨痛啦，佢話每一個 show 都會落力去 speak and sing。對於夢想咁堅持，得唔得嘅咧 ，Ovi？ 其實堅持咧就係我哋一個原動力咯。嗯，你每日咧起身嘅時候咧都要望下塊鏡，就同自己講。今日我要做好每一日我安排咗嘅每一个事项，就是为咗完成我嘅人生，令到我嘅人生做得更好咯。所以各位小朋友咧，每日起身刷牙啊、洗面嘅时候都要望住块镜。我今日咧一定要做得更好，咁咧你每一日咧就可以活出丰盛嘅人生。就好似你哋咧，如果有梦嘅话咧，每一日都提醒自己啦，这个梦咧我一定要坚持落去，唔好俾佢停。多謝你的鼓勵，一定要堅持自己的夢想，舞台交給你 O3。 Thank you 兩位司儀。好啦，得我一個咧就唔夠嘅，不如大家熱烈嘅掌聲，有請我今日請嘅 rapper Slap Kid。Hello， 嗰啲掌聲呼呼聲佢好嘛？係叫瑞寶寶啊！大家好，大家千祈唔好日日掛住瞓覺，唔好好似佢咁樣。Slap Kid。我哋今日咧送俾大家第一首歌咧，叫做《Matters》，係我哋第一次喺大型舞台上面演出噶，希望大家中意。佢嘅耳機係咪未開啊？哎呀，等我哋audio 同事 fix 一 fix 先。我嗰個就開咗啦，睇下先。開咗啦，係。係，依家有未啊？都未有，你試下掹咗佢插一插，係啦，試一下得唔得？都係未。都係。可能我哋要你好嘅東西需要等待啊！係啊，好快到。各位小朋友，你哋好嘛？肚唔肚餓啊？肚餓啊！咁陣間表演係咪都要落力啊？
欸，有聲了喎。是不是都要落力啊？咁就睇下我哋表演落唔落力咯。Metaverse 送俾大家。Yeah。即將可破緊，感官已超脱了規限，意識交織瞬間，慢慢令創出一顆心靈眼，將即發現實但日落變幻，半真半假的眼睛，遠歷著第二次生命，好想反應呼吸心跳聲。若再化身后该怎合拼，独自在混沌里去探索风景，扩阔了思路，跳跃进空间中躺着互抱。 Let me save your soul，再次設置這心臟，再次以聲音可感受著我。How wise to stay true and don't fall.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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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e, six, four. 你與我身處的角度。Never can compromise this law.著第二次生命，好想反應呼吸心跳聲。若再化身後該怎合拼，獨自在混沌裡去探索風景，擴闊了思路，跳躍進空間中躺着互抱。 Let me save your soul，再次設置這心臟，再次以聲音可感受著我。 How I stay true and don't fall.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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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e, six, four. 你與我身處的角度。 Never can compromise this floor.世界在意你 pattern， 灵魂化作数据，遇见 enterprise， 原来人一生之中可以拥有几副相。Be my soul， be my girl， 人一生几多数，情又得到几多真，成人一出数据归零，但拥有嘅几多真正。我已爱着你，却难以忘记，我已当行你游记，用快图美，不想一生一世一个偷，失去甘心不会忧，想采失踪的节奏，你完美，我调戏纵容你，却无理 ，What you say no delay， 今晚相约宇宙一地飞，今生只想不止一个 no no no， 死生不识着你认识 go go go， yeah， 诶。Two, two, two, three, six, four. 你与我身处的角度。Never can compromise this flow. Free desire everywhere. Useful color to represent. 重拾了梦中粉碎的夜。相对，踏进宇宙维度里 ，Metaverse。送俾大家 Metaverse， 希望大家中意 ，Thank you。
嚟緊呢首好啦好啦好啦，唱完呢首 Metaverse 之後，有冇先後知道 Metaverse 究竟係啲咩嚟噶？元宇宙喎，依家咧其實咧好多好多咧公司咧都會開始發展呢個元宇宙嘅世界啦。咁咧好似咧嚟緊咧我哋個演唱會啦，喺10月13日麥花臣咧，亦都咧一個贊助商咧，佢都係講緊呢個寵物元宇宙，因為嚟緊我哋搞緊一個寵物慈善音樂會，好有意義嘅呢個。係啊係啊，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咧，到時咧可以喺 AG 嗰度買飛啦，因為我同 Slap Kid 瑞寶寶都會喺裏面。10月13日。係啊，10月13日。麥花臣啊。麥花臣啊，冇錯。Yeah. 好啦好啦，唱完呢首歌之後咧，不如我哋唱翻首 No Tomorrow 送俾大家啦。咁呢首歌咧就係、是、我同 DJ Cardo 咧一齊 crossover 歌嚟，不過今日咧佢就唔喺現場，我有 Slap Kid 陪伴我。好 ，music 唔該。Let's go yeah.Tomorrow's never a promise, so let's love today. And if I'm being honest, then here's what I'll say. Don't wanna lose the feeling that I got with you. Hold on to me like the one is ending. I have fallen for you, darling. Put your hands up, okay? Tie me up and to your armsand make sure that you'll never let go love me like there's no tomorrow and if the world ends then I'll be okay as long as I have、What? you here to love me I'll give you my heart if you give meThere's no tomorrow Baby, let's make sure And if the world's end Then I'll be okay As long as I have You here to love me I'll give you my heart If you give me yours There's no tomorrow Baby, let's make sure Baby, why you scaredWhy are you so afraid? I'm not afraid, yeah. Just look into my eyes, baby, don't be ashamed. I want to let you know just how I feel inside. Listen to me, let me tell you, baby, I have fallen for your darling. Wrap me up in your arms.做伴侶的破壞就係打開山界，我能見你反應翻返將將你陣間的粉身淹過吹上去遊，你就將我當鏡頭，每一首誰能拯救愛情係咪要空投？我一投飲杯酒，成人到亦必須走，每一首愛情困獸鬥，今天應否去滑流？左手交右手，愛情運作身軀越發荒謬，今日誰知聽日事，令我不發一言相追愛太遲。OK, let's go. And if the world ends, then I'll be okay.As long as I have you here to love me I'll give you my heart If you give me yours There's no tomorrow Baby, let's make sure And if the world ends Then I'll be okay As long as I have you here to love me I'll give you my heartIf you give me yours, there's no tomorrow. Baby, let's make sure. 送俾大家 No Tomorrow, thank you. Thank you. 多謝。Thank you. Thank you. 再次謝大家熱烈嘅掌聲，送俾我哋 All Three 同埋 Step Kid 好唔好啊？哇，非常之精彩啊！非常之多謝大家嘅熱情，亦都多謝佢哋非常之有愛心，佢哋嘅熱情啊！跟住落嚟咧，我哋會繼續頒發我哋嘅感謝狀。首先有請同心夢想家籌委會主席麥洪斌先生，以及進賢龍雙龍會李海婷小姐嚟到台上為我哋頒發感謝狀。有請麥主席同埋李會長。
咁首先啦，頭先因為喺後台準備緊佢哋表演嘅嘉賓啦，未能拎到我哋嘅感謝狀，所以而家咧，所以今次借呢個機會咧，去頒翻俾佢哋嘅。有請李會長同埋麥主席嚟到台上面。咁首先稍後咧，我哋首先會頒發我哋嘅感謝狀俾我哋時彈 band， 有請我哋 band 嘅成員，我哋嘅代表嚟領取我哋嘅感謝狀，有請。看到我們啦，有成員已經背好著個吉他，已經準備好表演給大家了，感謝我們一眾的成員給大家做精彩的表演，可以看著攝影師拍一張靚相先。大家要期待一下他們帶來精彩的表演。 Thank you， 再次感謝時彈 Band。跟住我哋有请 OSA 嘅 Etta 老师，有请，有请我哋 Etta 老师嚟到台上面接受我哋嘅感谢状，亦都见到我哋一班 OSA 嘅学员啦嚟到台上面领取嚟感谢状，非常之精彩嘅师大歌舞表演啊！俾多啲嘅掌声佢哋好吗？相信我哋 Etta 老师一定用了很多心机啦，好多时间去教我哋一众嘅学员，见到佢哋非常之专业，亦都非常之用心去为今次嘅表演做好准备噶。咁稍后啦，亦都下半场咧，亦都有佢哋嘅表演嘅，所以大家一定要拭目以待啦。Thank you， 多謝咁多位可以到台下就座，亦都唔該曬李會長同埋麥主席可以到台下就座，繼續欣賞我哋下半場嘅表演啦。Thank you。喺生命當中咧，總會有好多嘅環境因素影響住我哋想做嘅嘢，可能會因為行動不便而好少出門口啦，亦都可能會因為風吹雨打而阻礙咗自己前進嘅步伐。稍後的時間，我們會見到兩個小妹妹，她們在八個月的訓練裡面從來沒有缺席過任何一堂，更加願意去挑戰自己，逐個逐個英文字地背完所有歌詞，記得所有的舞步動作，因為只要一聽到音樂，她們就開心到手舞足動，更加堅持到底的力量。夢想就是風雨不改，掌聲有請夢想家吳影橋、李美如為我們帶來You are my sunshine。 有請影橋和美如。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Yeah，thank you， 多謝影橋同埋美月，非常之甜嘅歌聲啊，將大家個心都融化啦 ，thank you， 再次祝大家掌聲送俾佢哋兩位，好唔好啊？我哋嘅小夢想家 ，thank you， 非常之甜美嘅歌聲，簡直係穿透咗我嘅內心，好似咧空中咧都好多一啲跳動嘅音符喺當中咁啊！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好鍾意做一件事嘅時候，好似身邊嘅嘢都變得唔重要呢？咁稍後我哋嘅一個佳坤，我哋嘅夢想家佳坤啦，就係好鍾意一樣嘢，就是、彈鋼琴。咁仲記得籌偉同我哋分享嘅時候，佢一見到鋼琴就即刻衝過去，連招呼都唔記得咗打啦，好似眼中就得返佢同埋鋼琴一樣。每次彈鋼琴嘅時候，佢好似雙眼就好似閃爍住好多光芒一樣，散發住好多好多嘅光，其他嘢都變得唔重要啦。仲記得彈琴嘅時候，佢好似淨係彈咗兩堂嘅時候，佢已經由單手變成一個雙手彈奏。佳坤小朋友就係咁有天分，咁充滿住熱情，咁希望透過鋼琴傳達俾佢聽，佢係幾咁中意音樂，佢充滿住熱情。咁佢咧見到已經係準備好，急不及待坐上咗我哋嘅一個琴鍵嘅前邊噶啦。咁所以我哋咧就將時間交俾我哋嘅小小嘅夢想家劉佳坤，為我哋帶嚟一個鋼琴演奏，請大家同心去細心欣賞。將時間交俾佳坤，佳坤 ，OK， 將時間交俾你啦。认真的小朋友呢就是最型最靓仔的，第一把再给一些掌声佳坤。在梦想家成长的路上，有一班人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他们相信自己的小朋友可以活得精彩，无论梦想是什么，成就有多大，最希望呢就是见到自己的小朋友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只要仔女喜欢就一起去做，无论承受多大多大的压力，仍然坚持去守护自己的小朋友。我在这里邀请大家用一个很长很长的掌声去答谢和嘉许这么多位一直无条件去爱梦想家的爸爸妈妈。
接住落嚟嘅夢想家咧，就係偉龍。只要有舞台嘅地方，佢就好似一盞聚光燈一樣，成為全場嘅主角。無論經歷過身體上幾多次高山低谷，偉龍每一日咧都好開心，將歡樂帶俾身邊每一個人，用100分去過好每一刻，把握每一個機會。偉龍咧學習打鼓已經打咗7年啦，我聽佢媽媽講咧。今晚是偉龍第一次在台上表演，俾啲掌聲鼓勵偉龍好嗎？夢想就是要把握現在，我哋將個掌聲交俾我哋嘅夢想家偉龍，去為大家表演《海闊天空》。等咗好耐啦，系咪啊？系时候想听我唱歌啦嘛？准备好未？好啦，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暖的心窝，飘远方，必定风雨里追赶。梦里分不清烟草，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谁没再变？多少次，凭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前我哋握握手，做个好朋友，俾啲掌声伟龙。再次借大家掌声送俾我哋 Anfield 同埋我哋伟龙，非常之厉害啊！唔知大家有冇觉得咧，佢打鼓嘅时候咧，系充满住一种热情啊，一种自信啊，充满住力量啊，非常之厉害啊！夢想就是堅持，夢想就是熱切渴望，好想做到那樣嘢。其實那首歌《天空海闊》不單單只是一首歌，更加是一種精神，一種堅持。面對著挑戰，我們怎樣去繼續去堅持，堅持著原本的理想。我們的夢想家在追夢的過程當中，面對著很多的困難，但他們從來都不會覺得辛苦，不會放棄。即使他們花的時間、心機比其他人多，他們用他們的努力、他們的結果告訴他們，他們是可以的。 Yes, we can!
在今日大家共同一起见证着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成果，在背后也都有刚才他们一起合作的时弹 band。 时弹 band 带来一首非常有意思的歌曲，你是你本身的传奇，以及世界与你无关，舞台交给你们。Hello， 大家好，我是时弹 band 的主音，我叫 Emma， 为大家送来第一首歌，你是你本身的传奇。我也想好，你今天知道吗？赚到几多？放弃自由吗？努力拼搏求身家，往后要了无牵挂，名牌或金色可稳定可以吗？望见爸妈健康身体变差，赚到几多习惯讲爱难说出吗？发誓要发光吗？往后要了无牵挂，名牌或金色，该不该珍惜？人总要向上吗？只要相信我定能飞，高与低，得与失，即使无法躲避，你是你本传奇，凭着你志气会成大器，天空不造美，几经风浪也是你。每天追赶为只撑一个家，被压抑的习惯我爱难说出吗？发誓要发光吗？往后要了无牵挂，名牌或金色，该不该珍惜？人总要恒常吗？只要相信我定能飞，高与低，得与失，即使无法躲避，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凭着你志气会成大器，学会争气，未能放弃。就算今天的你那年纪，活着就无悔地做个你爱的你，请记得发梦定能飞，高与低。在高飞，即使不愿你，只需经历你自己。每个一个人都是自己本身的传奇。Thank you。好，接住为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请大家细心聆听，识听的不如大家一起唱啊！再唔系可以帮我打拍子噶 ，Thank you。情绪没处摆，陷进战斗状态，但内里却已崩坏。要怎么拆解？只懂去追，但逐日不小心会变了负累，身体变虚，不敢讲出心声，却满头苦水。
面对世界之美，基本标准怎去比？怎不会比？内里散发着美，但又有哪个会想好奇？伤心早已飞，不可以退，挂牌没气，怎可会饮吧地雷？怎么进取？玻璃心的感一句话会粉碎。介绍一下我两个 band 名先，这个是时弹，我最信任的吉他手维维，跟住是时弹我最喜爱的 keyboard PP， 跟住我哋今日仲请咗个外援 Anson，Thank you， 大家俾最大的掌声佢哋啊 ，Thank you。好，大家繼續 enjoy 個 show， 多謝，多謝曬時彈band。而家嘅時間咧，我哋會整理一下我哋一個舞台，點解咧？因為咧，一間咧，我哋都會有一個跳舞嘅表演。而夢想家咧，用生命話俾我哋知，唔單止可以達成自己嘅夢想啦，喺社會上邊仲可以靠自己嘅能力去幫助翻其他有需要嘅人，用生命感動生命。跟住落嚟嘅表演嘉賓咧，同樣都係用生命去感動社會。喺疫情期間咧，佢哋製作咗好多唔同類型嘅跳舞短片，去鼓勵社會保持正能量。今晚請大家記住呢一個名字。BLS 香港航空舞蹈中心为大家带来 BLS Song， 掌声有请。It's the end of the month and the weekend. I'ma spend this check, everything on me. Yeah, I'ma tip myself, I'ma spend it on myself.I'ma drop it like it's pouring. I'ma pour it on myself.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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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the money making bank account number. That's the shit that's never getting bounced on your bitch. I do the money dance. I just made the honey best. When the stars say sign for it, I'ma leave my autograph. Dollar bills, dollar bills, want you fallKeep on fighting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转世空气翻滚，滴着汗，眯着下每个眼神，是我地浪漫地叫你沸腾。Love and mind gotta keep you alive. Now stick together, it's time to take a ride. Take my hand and fly, we gonna make it better. 哎呀呀呀！向往浪漫无尽期，落发量就是为了你，为求从来不知限期。如月球耀眼，被你记起，划破星空，繁于心。再别要躲避。Hold your breath.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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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Hold your breath now.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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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Call on you with my love. 一分钟唱一首歌，静间静默想有你与我，天大地大更多风波。今次起不会不会错过太多，不停进化这一首歌，这空间静默想有你与我。功架同埋力量嘅个舞蹈啊！哇，我见到咧头先咧筹划咧，哇，简直跟住跳同埋跟住唱啊，非常之充满住热情啊！咁嚟到我哋嘅压轴表演啦，咁系上半场咧，大家已经睇过嘅咧，就系我哋空中歌舞科学院 OS 带嚟第一部分嘅我哋嘅师大舞，咁而压轴表演咧，将会系佢哋第二部分嘅师大舞。我记得咧，我之前玩空中瑜伽嘅时候咧，我觉得啲步其实系非常之恐惧嘅，因为你爬到咁高，其实望翻地下真系非常之高，内心嗰种恐惧，而步缠喺身上边亦都系非常之痛噶。咁头先我哋嘅小朋友无惧住内心嘅恐惧，爬到咁高之后，仲有咁多高难度嘅动作，需要住肌肉嘅协调，而唱歌歌声，相信大家都觉得非常之甜美真挚噶。咁稍后压轴表演，希望大家更加多热烈嘅掌声、欢呼声去送俾佢哋作为支持。有请我哋 OS 嘅学员，有请。Stop your crying, it will be alright. Just take my hand, hold it tight. I will protect you from all around you.
what do they know? We need each other to have to hold. They'll see in time. I know. When destiny calls you, you must be strong. I may not be with you, but you have to hold on.
stava questa mamma mia
又好睇嘅表演啊！我特別咧好中意最後一首歌，佢歌詞其實係話，無論面對住咩嘅挑戰啦，乜嘢嘅挫折，都唔怕，都要勇於勇氣去做自己。This is me 啊！所有嘅童心夢想家都可以發光發亮。Yes, we can！ 大家都有目共睹，今日嘅表演出唔出色，精唔精彩啊？这些掌声将会是送给他们最大的鼓励，最多的支持。其实他们八个月以来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心机去准备，就是为了呈现这个表演给大家。那在他们默默背后付出的就是一班导师，花了很多时间跟他们彩排，跟他们练习。现在我们有请童心梦想家筹委会主席麦鸿斌先生以及骏贤龙双龙会李海婷会长为我们颁发感谢状给一班童心梦想家的导师。首先我们会颁发感谢状给导师，然后由导师颁发奖牌给每一位童心梦想家。我们有请我们的麦主席和李会长带领我们一众的童心梦想家来到我们台上面。那我们邀请掌声一直陪伴着我们所有的童心梦想家来到台上面。因为来到台上面去表演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我还记得第一次做 show 的时候，我脚震手震，今天他们非常之出色，迎着很多的观众，很多的灯光，他们一点都不怕，因为知道了有着大家的支持，爱他们的支持，很多人包围着他们，今晚他值得大家所有人的掌声去送给他们。我们所有的 warrior， 我们的战士在台上面非常之出色，做得很好。在他们表演的过程当中，每一个每一个都在脸上有带着笑容，他们很 enjoy 他们每一个的表演。我们非常感谢他们背后的导师。首先有请李会长会颁发我们的奖牌给我们打鼓的黄伟龙小朋友，有请我们的李会长可以来到台的中间位置，颁发着代表着这个做得好好，你真的好厉害 ，Yes we can 的奖牌给黄伟龙，你真的好厉害，你做得好好， <Yes. S 1> 打鼓好出色，多谢。施伟龙话佢觉得今晚好成功啊，俾啲掌声佢好嘛？成晚佢都非常之 enjoy。接住落嚟，我哋有请麦主席去颁发奖牌俾吴影桥、李美如，有请影桥、美如获得我哋呢个奖牌，好甜美嘅歌声融化住我哋在场嘅所有人，亦都借助大家嘅掌声，特别鸣谢佢哋嘅跳舞导师 Ariel Zhang， 多谢晒我哋背后默默支持佢哋嘅何润老师同埋 Ariel 老师。去教他们唱歌跳舞，令到他们今天很自信去唱出 You are my sunshine。 你们两个真的是 my sunshine， 也都多谢我们麦主席。跟着就是我们的咏春导师了，我们有请李会长去致送我们的感谢状给我们咏春导师十师傅，我们掌声邀请我们的师傅上场。师傅多谢你，我们邀请李会长致送我们感谢状，真的说回他，师傅爱你，多谢你这么悉心教导你的学生，很出色，很自信，打出每一拳，亦都他们很记得那一刻集中都是师傅你教他们，相信他们学到的不只是技巧，更加是那份精神。多谢十师傅，亦都想十师傅颁发奖牌给我们廖柏贤、李宗谦、梁卓瑶、江浩正，有请四位我们咏春非常之出色的咏春小学生。刚才打拳的时候面上面充满着那份自信，充满着那份力量，希望之后的道路之上你都可以发挥着这份力量，这份自信，继续坚强坚持地走下去，好不好啊？我们的小小咏春家加油。我们奖牌带到每个小朋友的手上面，亦到小朋友向着我们的十师傅 give me five， 代表着一种传承，代表着一种感谢。我们邀请可以
向住我哋相机嘅位置，展示出最自信嘅一个 pose， 亦都非常之多谢十师傅。耶、yeah, ，好叻啊你哋！好 ，thank you， 多谢晒十师傅，多谢晒小朋友，我哋嘅小梦想家。跟住落嚟，我哋会再次邀请麦主席去颁发感谢状俾我哋嘅跳舞老师细捞老师。有请细捞老师。我哋非常之感謝細佬老師嘅，因為有幾組嘅學生啦，見到細佬老師咧一直喺台前邊不停咁樣啊，俾提示我哋小朋友啊點樣跳啊，佢係冇鬆懈過一秒噶，所以佢背後花費非常之多得嘅時間。再次借大家掌聲，多謝細佬老師。同時間咧，亦都邀請細佬老師去頒發獎牌俾每一位嘅夢想家。我哋有黃顯俊、余嘉南、黃傲翔、李超儀。黄柏森、黄柏豪、江锦荣、林浩谦、谢卓恒、郑子峰，大大力嘅掌声！哇！无论今日佢可能跳成点都好，我觉得企喺台上边已经系属于佢哋嘅胜利，因为向住好多人展示住佢哋记得，佢哋唔怕，佢哋坚持，佢哋好想跳，展示佢哋自己。好想發光發熱，相信今日在細佬老師的指導之下，他們做得到，做得好。我們邀請細佬老師和我們的一眾小小夢想家，可以望著我們的攝影師拍一張照，可以去到台中間，我們集中一點，溫馨一點，非常值得紀念的一刻，一个难忘的一刻，大家今日都突破自己，做得好好，展现出最自信、最勇敢的一个时刻。他们的 yeah 亦都象征着 yeah， 我得咗啦。我哋再望住摄影师影翻张靓相先啦。好，唔該曬細佬老師，亦都恭喜曬我哋小師夢想家為帶嚟精彩嘅舞蹈表演。跟住我哋好想有請我哋李會長將我哋嘅感謝狀送俾教我哋小師夢想家唱歌同埋彈琴嘅 Jenny 老師，有請。其實 Jenny 老師真係非常之用心。每個小小夢想家嚟到課堂當中，佢都好俾心機去教邊個位置需要改善，好不辭勞苦，耐心咁樣教導。今日你嘅學生做得好好啦，想請 Jenny 老師頒發我哋嘅獎牌俾你嘅學生鄭傑俊、陳德熙、劉佳坤，有請。今日傑俊。德熙唱得非常之动听，他的真诚的歌声渗透了我们的心目中，我们佳坤的琴音也都非常之悦耳，就好像很多音符在九弦的弧线当中跳动，一定是 Jenny 老师非常之用心地去教他们，最重要是真心将每个时刻和大家去分享，才有这么好听的音乐。这个时刻是属于你们的，可以望住我们的摄影师。Thank you， 属于你们的掌声，继续努力，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们有请我们的筹委可以先将我们的小小梦想家带到台下边。我们请我们的 Jenny 老师留步。因为稍后我哋将会有全场大合唱嘅时间。喺呢度咧，我邀请大家在座每一位都可以打开我哋嘅手机灯，去制造一个最靓最靓嘅画面。同时间咧，亦都邀请国际双龙交流会第一区区会长周家瑶小姐可以嚟到台上同我哋一齐合唱。这个时候我们筹委将我们小小梦想家带到台下之后，他们会再次来到台上，会唱一首歌，这首歌就叫做《繁星》，请大家细味歌词，也可以在电子长刊的41页一同合唱。稍后合唱的时候，邀请大家借你们的手机灯，借助你们的手，
为我哋嘅小小梦想家今次嘅活动打气。系啊，大家开着未先？呢啲星光，呢啲挥手，将会系注入佢哋心目中最大最大嘅力量，就好似今日系支持住佢哋，鼓励住佢哋。咁稍后合唱啦，我哋千年老师亦都会联同佢哋学生张心妍同学带领住所有嘅筹委一同合唱噶。看到他们现在是拥抱着今天的活动成功，是有赖着所有的筹委背后出心出力，更加是所有人留在现在的台前幕后，所有的观众你们的出席。梦想家的成功是靠着你们背后默默的支持。我们一起来合唱繁星，将繁星送给在座的各位，也都是送给小小梦想家的礼物。做什么都不被看好，自问自责不算高，但亦有自己相信的事仍想去做。哪个可以给我什么法宝，能一朝得住免受煎熬？我也很想可被看到，用尽努力但求要你替我感到骄傲，可在亲友面前提到，亦不会像从前那般贪图。曾经想过活着到底，为什么平凡若那么多，多了我这么一个。说再见没有勇气，或是我暗里却拼命相信。谁都可发光，只要找对地方。谁人都可发光，让我热情依然未干。成败与否看我是怎么看，从来没标准答案。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重拾自信，让我做我的主角。好啊，大家都做得好好啊！喺呢度鼓励每一个有梦想嘅人都可以坚守初心，成就动人嘅传奇。同心梦想家，我也很想可被看到，用最努力但求要你替我感到骄傲。可在亲友面前提到，亦不会像从前那般贪图。曾经想过活着到底，为什么平凡人那么多，多了我这么一个。然而是选再见没有勇气，还是我暗里却拼命相信。谁都可发光，只要找对地方。谁人都可发光，让我热情依然未干。成败与否看我是怎么看，从来没标准答案。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重拾自信，让我做我的主角。再一次喺度多谢今晚莅临嘅每一位，同心梦想一2022，我们在任何地方也能发光发亮。Yeah, we can。祝愿每个有梦想嘅你，继续坚持你嘅梦想。谁都可发光，只要找对地方。谁人都可发光，将星火随空气绘画曙光。观它怎么看，人生只有一次，为自己疯狂。假使再顺手拼命去闯，你都笑着走过。Thank you.
人都可以发光发亮，做自己的主角。来到这个环节呢，我都想邀请我们的筹委会主席麦鸿斌先生来到我们台的中央。大会呢有份礼物想送给你，首先邀请你合埋你的双眼。这件礼物呢是我们麦主席是事先不知道的，一定要我们千方百计是保密。我们有请我们的筹委送上礼物。好，我哋嘅斌主席，先多谢你和谐嘅相处，同埋你嘅眯埋眼啊，眯埋眼，我继续。好啊，你嘅和谐，你嘅宽容，令我哋嘅相处融洽，亦都感恩你对我哋嘅支持。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加油。多谢麦鸿斌先生。搞到我在我公司通了很多晚頂，但是很開心的，多謝你。多謝你麥主席，你這八個月裡面無論多忙都好，你都會陪這群小朋友去現場那裡一起成長，一起看著他們，一起拍片，而是不計較任何的回報。對這些小朋友多謝你。斌主，你帶我哋八個月裏面經歷過啦，終於成功啦！我哋 Yes We Can 啊，係啊，我哋終於為小朋友可以建立一個找尋自信、有信心嘅地方、發光發熱嘅地方，我哋做到啦 ！Hello， 斌主席，你真係好厲害啊！依一年咧，你真係冇休息，真係365日，好似24每一個星期七日。做足一日做足24小時，就是為呢個籌款不辭勞苦，去為班小朋友去為佢哋夢想，係唔怕辛苦令佢哋可以將佢哋嘅夢想實現成真，將你嘅愛去散佈於呢個全港嘅角落。我覺得你真係好厲害，今日做到好成功，多謝曬你。文文，喺呢八個月嚟，好多謝你對我哋成條 team 同埋所有小朋友嘅愛，我愛你啊，文文！斌斌，多謝你，多謝你接納我哋唔同人嘅意見，包容曬我哋所有嘅即係睇法。真係多謝你嘅堅持，小朋友將佢發光發亮。多謝你，令我哋都揾翻我哋嘅夢想。多謝木木三。咁依一年啦，咁就其實你放低曬所有工作，去咗大班帶小朋友上堂，每個禮拜每個禮拜咁去做。我哋每個禮拜開會，每個禮拜開到好夜，開到凌晨，你都要做柴河夫自己車我哋每一個籌委翻屋企。依個真係要多謝你為我哋所有嘅付出。斌斌，我諗好多謝你嘅係喺呢一年入面，無論我哋話要做乜嘢，你都係一句撐就撐到底。放低曬自己所有的事情，亦都係因為你令到我哋更加敢去諗一個更加大的夢想，亦都因為咁樣成就到更加多人、更加多的小朋友，佢哋由今日開始都願意去繼續去玩一個更加大的夢想。我之前成日話，一年之前我成日同斌斌講話，斌斌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好人啊？可唔可以為自己諗多啲？但係一年之後，我見到你的愛、你的堅持、你的努力，好衷心多謝你帶到同心夢上街的第一屆嚟到大家的面前，繼續去感動更多的人，令到更多人都去相信，其實每一個人同我哋一樣，每一個人都可以值得擁有夢想。好多謝你在呢一年好撐住我。其實如果唔係因為有你咧，我諗
我哋當初呢三個人去諗出嚟嘅一個好癲嘅諗法，唔知點解當時好驚嘅，但係去到今日見到在座有好多好多嘅觀眾，有好多人去為我哋呢班小朋友去鼓掌，有更多嘅人去欣賞呢班小朋友嘅可愛。是因為有你去無條件地去欣賞身邊的人，所以感染到在座這麼多位。我們這裡其實有768個位，而在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有坐了600多個人在這個現場那裡，都好多謝你。在這個時間邀請彬彬主席你轉身去到後面望一望你自己努力的成果，亦都有一個人，佢有啲嘅説話想同你講。我哋嘅 Anita， 佢主席。彬彬，我想講咧，你真係好傻、好癲嘅人。我第一次咧記得我喺區例會問，點解你要搞呢個活動？點解你要用咁多時間去栽培一班 SCN 小朋友？其實咧，佢真係一個好好心。我諗咧，我都見過好多好心地嘅男人，但係呢個真係我，即係我認識真係一個數一數二一個超級好心地。佢好得意，佢話俾我聽，佢真係好想一班 SCN 小朋友可以發光發亮，令到佢哋可以夢想成真。佢咧所有做嘅嘢咧，都係為咗所有其他嘅人。我同佢講啦，啲小朋友點樣啦？問下進度啦。佢每一次同我講，啲小朋友好中意唱歌，跟住俾一啲嘅片段我睇啦，啲小朋友咩進步啦。我見到佢咧，真係隻眼咧，兩隻眼真係發光，係好開心。而家都係，係咪？所有睇到咧，好似《凡思》首歌，你令到好多人發光，誰都可以發光。今日你睇住呢20個小朋友，有可能佢哋完全唔識唱歌啦，係咪啊？打鼓嗰啲小朋友真係好犀利。是吗？是啊，真的做得好，哥哥来的，不是叔叔。那两个小妹妹唱 Sunshine， 是吗？还有一班咏春小孩，我真的呢，还有刚才一开头那两个哥哥仔，是吗？唱那两首歌，我都忍不住流眼泪，因为真的看到一班很爱惜他们的人，令到他们今天在台上发光。我相信这件事呢，不只是今晚，你是可以令到他们的生命真的有不同，你就是那个令他们发光的一個好偉大嘅彬彬，所以好多謝你。多謝 Anita 送俾我哋彬彬嘅祝福。呢個感動嘅時刻 ，Jenny 老師同埋學生一同見證，非常之感動。見到佢哋咧都流曬眼淚。其實今晚唔止係我哋小小夢想家發光發亮，亦都係台上嘅籌委會發光發亮。你期咗一年，經歷咗唔少嘅挑戰，最後一個掌聲，想借助大家最熱烈嘅掌聲，送俾台上嘅咁多位籌委，出心出力、時間、心思、學生，多謝你哋嘅投入，先有今晚出色嘅演出。我喺度宣布，童心夢想家2022圓滿成功。再次多謝所有人的出席，你們的支持，你們的力量將會是我們小小夢想家最大的強心針，在他們未來越行越長，越行越多，發光發亮。同心夢想家2022，我們在任何地方也能發光發亮。 Yes we can。 多謝這麼多位，多謝你們的來臨。稍後的時間我們就有個台，大家可以互相擁抱，互相拍多些照片，不知道有沒有第三年第二年，不過最重要是大家 enjoy tonight， 將這個訊息發放出去，讓我們更加知道每個人都可以發光發亮。多謝曬這麼多位。谁都可发光，只